琪。大家好，我是江佑成。我是魏佳。上台一鞠躬。嘿，佑成，你看，今天台下来了好多人呀。我想应该是来听我唱歌吧，啦啦啦。才不是呢，大家是来欣赏相声表演的。相声我也会啊。哎呀，你别闹了，相声是一种中国曲艺表演艺术，最初只有一个人的单口相声。后来发展出两个人的对口相声。演变到最受欢迎的三个人以上的群口相声。哎呀，你安静，我不要再对象弹琴了，就让我们来欣赏华盛顿小学五年级小朋友的精彩表演吧。第一组五年一班陈延安、李雅森请上台。接下来第二组五年五班陈淑妍、何怡萱请准备。那个让他们用麦克风比较好，好来，谢谢。这个相声演员要努力提高自己的语文水平。哎，对，相声演员的语文水平都比较高。那你的语文水平怎么样？我的语文水平比他们强一点儿，强多一点儿。那反义词？什么是反义词？我说正面的。哦。说反面的，这个啊是我们的相声本能，每个人都会说。我们应该要提高我们自己的水平。是吗？不信你可以考考我。我说天，我说地，是不是反义词？对。哎，那我说什么你就答得上来吗？那当然。我灵，我蠢。我在前，我在后，我在上，我在下，我快，我慢，我松，我紧，我越来越松，我越来越紧，我松的舒服，我紧的难受。你干嘛这么难受啊？我都快乐死了。行，怎么样？我逛大街，我钻小巷，我价值连城，我一文不值。我发财，我干鬼。哦咦哦咦哦咦，干嘛叫救护车来啦？干鬼不是要跳楼吗？去你的吧。什么？好吧，对不对？再次这回换时间。好，这回我慢一点，大家帮我注意点啊。我好，我快，我高，我矮，我高高在上，我深入基层，我聪明睿智，我愚昧无知。我灵，我蠢。第二组五年五班陈淑妍、
上台。第三组五年一班陈品成、李正颖，请准备。上台一鞠躬，奉劝大家，睡觉之前呢，最好不要看故事书。为什么呢？看书那就是动脑啊，越是精彩的故事书，越是干扰睡眠。那没那么严重吧？昨天晚上我的梦中来了一条大鱼，鱼在天上飞。鱼怎么会在天上飞啊？梦啊。哦，好。一条大鱼。它的名字叫做周瑜，在天上张飞。啊？鱼飞到一座大桥旁边，它没有停留。鱼飞到一座小桥旁边，它停了下来。废话，那是他老婆啊。听说这桥下的水可以治百病。来了，一般胡扯的故事都是这样。我用汤桶打了一针痛。你有什么病啊？有病治病，没病长生啊。哦，是。举起光瓶，咕噜咕噜咕噜，把整瓶灌进了肚子里。乱喝一汤。哎呦！嗯。突然感觉肚子好像有孙坚在刺。啊？又感觉好像有人连打我好几孙拳。是啊。于是我进了孙策。什么策？正担心自己得的是胃炎。我看你得的是脑炎。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狂盖着刘备还直打抖呢。睡觉不盖被会受呀。冻着了。对，冻着了。赶紧起床。嗯。做曹操。曹操怎么做？赖开窗帘。哎呦，诸葛亮啊！天亮了。想起桌上有块起司蛋糕，可以当做早点。那昨晚不是应该放冰箱吗？可恶，爬慢了司马懿。还没醒啊？所以我说，睡觉之前呢，最好不要看故事书。知道了，他看的是三国。哎，即使想看呢，我也会等明早起床再看。哈哈，谁到教室了？陈书言。何医生。下台一鞠躬。第三组五年一班陈品成、李正颖，请上台。第四组五年二班刘备福、张宇东、乌承汉、江伯生，请准备。陈品成，李正颖上台一鞠躬。哎，李正颖听说你是个棒球迷啊。个棒赛哇，有多精彩！什么赛？我是说棒球赛。哎，你不知道我们学校最近组了一支棒球队吗？你说说看你们学校棒球队的名字。棒球队。是问你们学校棒球队的名字。棒球队，棒球队啊！什么棒球队，棒球队？哎，你不觉得这名字取得很贴切吗？你看棒球队，棒球队，你只要是打棒球，不可能踢足球或打篮球的。哦，棒球队，棒球队是他队名啊，我了解了。对了，叫棒球队，棒球队。那棒球队，棒球队的球员都有外号呢？当然有啊，我们棒球队，棒球队的阵容十分坚强，每个球员都有特别外号，像谁在垒，什么在垒，三垒不知道。什么？谁在垒，什么在垒，三垒不知道。啊？谁在垒，什么在垒，三垒不知道。你就知道。知道啊。那你告诉我谁在守一垒。对啊。是说守一垒那个人、啊。是谁啊？你说守一垒那个家伙是谁？是谁啊？敢问我？我没有问题，我在告诉你啊。我不管是你问我还是我问你，比方来说，棒球队棒球队每个月发给一袋手信是谁拿走的？对啊，他根本不拿。谁拿？对啊。不管是谁拿。我有时候是他姐姐帮他拿。谁的姐姐？不知道谁的姐姐。咱家经济不景气，赚钱辛苦。我想告诉你，那一袋手信叫什么？那你就不要随便调动我手背位置嘛。我没有调动任何人。不要生气，纯聊天吗？我想知道一件事，一的手名叫什么？啊，什么在脸嘛？我没有问你谁的。谁在脸嘛？我不知道。谁？现在我们先别扯他三两吗？没有扯他，如果我会说谁在手三的。先生，请根据谁在手一的？那你告诉谁在手一的？对。不是手一的那个人啊。是谁啊？那你告诉我谁在手二？
先是金哥，谁在手语？谁啊？三垒，我们又回到三垒了。先是金哥，有谁就谁，什么就什么，不知道不知道。那你可以正身，然后跟我三垒手，你叫什么？什么在垒嘛？我问谁在垒？谁在垒嘛？我是这样，三垒。我碰到地垒了。我不要动。对。接下来轮到第四组五年二班刘贝福、张宇东、吴纯汉、吴纯汉、江博生。第五组五年三班李定成、杜宏佑、吴典龙，请准备。张宇东、吴纯汉、刘贝福、江博生。场内的语言进而衍生成文字，文化产生之后，根据是啊，但是人类并不是天生就会说话，没有人教，谁教？爸爸妈妈，我是把小孩带到你教。你的意思是？好比说你吧，你现在说的是中文，那是因为我爸爸妈妈都说中文。如果不是你当年是个弃婴，真的不行，被美国人说。那。Morning, Madam, 主持人，所以说，那你现在就得说英文了。这没有，不是我很荣幸啊。如果你当年被法国人收养，那我就变成俄罗斯人。现在就得说法文了。如果你当年被菲律宾人收养，那呆呆要不要扮将军？那就变呆呆了，现在就变成菲佣啊。如果你当年被泰国人。那，萨瓦迪卡，这是泰文的，大家要不要买酱油？你现在就变成泰劳了。你定吗？这种条件好的吗？好的吗？嗯，如果你当年被西藏人收养，那你现在就是雨东人波切了。如果你现在被小马哥收养，那你现在已经做了空军一号了。如果你当年被蔡英文收养，那你现在还可以去做空军一号。如果你当年被宾拉登收养，那你现在就拥有好几台空军一号了，因为你是恐怖分子呀，你可以挟持全世界的空军一号。刘贝福、江博生，下一组。接轮到第五组，五年三班李定成、杜宏佑、吴典龙，请上台。第六组，五年一班郑兆良、黄云若、许韶恩、王静文，请准备。明年读不上，然后后年读不上，然后大后年到后年。行，等你读上重点都七八十
事了。我有那么差劲吗？哦，你为爱情烦恼。你别胡说八道，要是被别人听见了，那我可是跳黄河、跳长江、跳珠江、跳漓江、跳湘江、跳乌江、跳什么江的，我都记得。哎呀，你到底在烦恼什么？最近啊，我们学校发了一个表。那好啊，有了手表，什么事都能按时进行，不迟到，不早退，六点起床，四点睡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不是钟表，是小学生毕业登记表。哦，小学生毕业登记表，那有什么难的呀？难填呐、啊！不懂就问人。问你，你别看他那么单纯，他可什么都知道。就拿第一栏姓名来说吧，真难填。姓名就是你的名字啊。可我一写名字，大伙就乐了。以前的是订书机。就没别的名字吗？有啊，妈妈叫我小火火飞，爸爸叫我小心肝，同学叫我订书机，外婆叫我小树爷爷。得了得了，填下一栏吧。第二栏是性别，这你总不会填错了吧？可老师还是说填错。啊，你该不会填成女的了吧？不会不会，我填的是假小子。啊，假小子也算性别？当然，这可是我妈妈说的。你呀，不是个男的，整个假小子。看来呀、啊，你妈在你出生的时候把你的性别给搞错了，所以出生这一栏就不好填啦。出生就是指？不对不对，我不是在家里出生的，我是在医院出生的。错了。对对对，是错了，应该填在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出生，由张大夫接生。错错错，你越扯越远了。出生是指你家里人在干什么？哦，那我会填了。妈妈打麻将，爸爸炒股票，奶奶练气功，爷爷去马炮。老天啊，填下一栏吧。下一栏还是填出生啊？又填出生？这刚不是填过了吗？这回填的是出生时间。哦，出生年月日。那问你爸爸妈妈呀？可他们说的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？妈妈说我1977年生，可爸爸硬说我1996年生。爸爸妈妈可能忘记了，再问你爷爷奶奶。爷爷说我元月生，奶奶说我腊月生。那再问你外公外婆。外公说我9号生，外婆说我初6生。哇，你好幸福啊，一定能有这么多个生日，压岁钱肯定不会少啊。可我也老得特别快。哎，你这假小子还真有点错乱。出生还好说，后面才好笑。有什么好笑的？这一栏简直是废话。哪一栏？本人成本。课本里说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人是由水分、脂肪、糖类、钙质、蛋白质以及一些微量的元素构成的，什么碳、氧、氢、停停，这些都不是本人成分。那本人成分是什么？本人成分是指你现在该干什么？现在和你们一起演说小品啊。那就写演小品啊。演小品是不难，难的是后面一栏。后面一栏是家庭住址。你该不会连自己家住哪都不知道吧？知道是知道，但是把自己家的地址告诉别人，这摆明了就是在侵犯个人隐私权嘛。那你怎么办？我填的是既清楚又不明白。怎么填的？既清楚又不明白。我填的是南湖边上一小楼，我家就在楼里头，若是有事来找我，先找南湖再找楼。哇，这是好事好事。有这么填的吗？有啊。我看你是有病。没错，我是得过病，所以健康状况这一栏就不好填啦、啊。你是得了什么大病？牙疼。牙疼不是病，疼起来真要命。你这牙再疼也不能填。填来填去，总算填完。这下你可安心了。安什么心啊？才刚把表交上去，就给退了下来。又怎么了？说是照片填错了。填的不是你的照片？是我的照片啊。不是标准照？是标准照啊。那你填的是什么照片、啊、我出生一个月时妈妈给照的。那是婴儿照，要贴最近的。上个月照的行吗？可以。可老师还是说不行。到底又怎么了？为了展现我的成熟魅力，我把上个月联欢会上扮演老奶奶的照片给贴了上去。哎，登记表不能贴剧照。谢天谢地，登记表总算填完了。呀，我填的不是小学生毕业登记表，我填的是我奶奶的老年大学入学登记表。哎，白忙了。凌晨左右五点哦，下台一鞠躬。Thank you.
王云若、许韶恩、王静文请上台。第七组五年二班刘俊亨、侯中国请准备。许韶恩、王静文、曾兆良上台一鞠躬。成语太简单了吧？这谁不会？还能找你来跟大交流吗？既然你说大家都会，那好，我们就来听听你们会哪些成语。照惯例，还是由我先一触即发。二话不说，三更半夜四面楚歌。有点学问。该我了，五花大绑六亲不认，七手八脚，这也行。喂，不要光你们说，也要指给我。该你的跑不掉了，说吧。八百壮士，九泉之下，十万火急，蹦蹦蹦。我还实在无聊哎，好好一个语文周的活动，你把九泉之下都搬出来，没看到台下观众都在眼睛都在瞪着你吗？我没有看到，我快没丢。好了，那我道歉，让我想一下。有了，八国联军九死。看你还是闭上嘴，免得被十面埋伏乱枪打死。蹦蹦，我又挂点。你们两个都经典。这说到成语，最近突然变得很热门，大家知道为什么吗？报纸新闻都在讨论啊，不知道是小猪。小猪这句话可不能乱骂，当心被告。安娜，我说的都是成语，没事啊。小猪小猪怎么是成语？因为成语中很多都是动物啊，所以只要有猪都可以是成语。哦，那我懂了。你又懂了，说来听听。作假那些作假。我还是走不如别闹了，站一边去。好，那我们重来。一树桃花舞春风，两人相约散步中。这算什么成语？七个字的成语啊，要不然嘞？来自好位，会四线无人好时机，是那位。感觉怪怪的，气手吧，想到了，气手八脚迈高，呼啦。胡守红，正经一点，我们是相声班，不是 A 段班，更不是什么麻将先修班，不要乱来好吗？又可能是只有优先抢救。来，重来一次，只要不用数字，只要是成语就行了。照惯例，还是由我先。其中欢乐聚一堂，这是成语。我想先说浅一点的，不然我怕台下观众听不懂。行，既然你说那是成语，那我就来一个中华民国二万岁。这是口号，那是成语，不行，你要。为什么不行？猪都能当成语，中华民国为什么不能拿来当成语？因为它不是猪啊。我知道是就是，哪来那么多理解？大家用心点，今天是语文周的活动，台下这么多有学问的人，我们华盛顿四美可丢不起这个脸。我不是那个。没错，那我们就用成语首先对各位家长、老师和同学祝福的话。照惯例，还是由我先。一元复始，双喜临门。三娘开泰，四季发财，五福临门。六六大顺，七星高照。八面威风，九五之尊，十全十美，下五。许韶恩、王静文、曾兆良下台一鞠来砍树了！快点！来砍树了！快点，那么大声的、哦。
被棍一样，被一次要看你玩，然后你就会破产，然后就说，哎呦，被这下不起了，我要破产啊，我就没办法混啊。而且这学校砍，然后这学校砍树，对，这不大自然不好，然后小鸟会没教书。哎，对。我是个棒球迷。哎，你不知道啊，我们学校最近也组了一支棒球队哦。哟，说说你们棒球队的名字。对，什么棒球队？棒球队，棒球队。什么棒球队？棒球队。哎，你不觉得取得很亲切吗？棒球队，棒球队，一听就知道他是打棒球的，绝不是踢。哦，棒球队是他队名啊，我了解。对，叫棒球队，棒球队。哎，这棒球队棒球队球员都有外号吗？当然有，我们棒球队的球员阵容坚强，每个球员都有一个外号，像是谁在一垒，什么在二垒，三垒我不知道。什么？谁在一垒，什么在二垒，三垒我不知道。啊？什么？谁在一垒？
王小明，不对，我是王昌浩本人。上台一鞠躬。各位嘉宾，晚上好。晚上好，各位嘉宾。各位嘉宾，晚上好。晚上好，各位嘉宾。你听到吗？来了两个小偷。谁是小偷？小偷是谁？那敢问，就是你们俩。谁得罪你啊？骂别人小偷。你得罪谁了？骂小偷是屁。我可没得罪你们。刚出场的时候，我是怎么说的？这还要问？俗里俗气的一句大俗话。俗里俗气的一句大俗话。什么大俗话？大俗话。晚上好，这话还真土。那当然，当然了，我是这样说的吗？就是这样，大家听得清清楚楚。就是这样，大家听得楚楚清清。那你们呢？各位嘉宾，晚上好。晚上好，各位嘉宾，各位嘉宾，晚上好。听到了吗？他们两个偷了我的词，这就是小偷行为，你们还说不是？这叫做举一反一，这叫举一反二。先迟到多少？倒有两下子。两下子多小啊？五下子有啊。看来今天来者不善。不善者来，善者不来。不善者，不善者来。看来今天三个臭皮匠还真臭到一块了。什么臭皮匠？三个橡皮匠。三个橡皮匠比个诸葛亮还亮。好好，精彩，真是精彩。那我们今天露一手怎么样？露两手怎么样？露三手怎么样？好，我要的就是这句话，观众朋友们，赞成举手。请举手赞成。吕秉玉、王承浩、黄耀成下台一鞠躬。现在轮到第十组五年四班陈信化、李俊成。第十二组五年六班江雨安、唐佑琪，请准备。陈信化、李俊泽上来一鞠躬。凭什么判决这么没精神？昨天放假，你爸妈没带你出去玩吗？哎呀，做错事情被妈妈罚抄，说哪里也没去啊！你又顽皮了哈，这一次又做了什么好事啊？哎呀，别提了，阿丽嘞，你有去哪里玩没？有啊，我们去动物园玩，认识了好多动物呢。好、哦、动物园哦，那阿丽好了，那我要考你哦，每种问题要回三种答案哦。好啊。什么东西在天上飞？然后呢有两个翅膀，然后呢两只脚？麻雀。老鹰、飞机，哈，飞机也算？算啊，它有一对翅膀，两只脚啊。然后明明就有三个轮子啊。下巴的那个是胡子啦。这样算哦，好啦好啦，算你过关啦。什么东西呢？在草原上跑很快，四只脚不吃草。豹、狮子、车子。车子不算啦，它又不是动物，而且它又不吃东西。算啊，你又没说一定要是动物，而且你只说不吃草而已啊。哦，好啦好啦，算你厉害啦。什么东西最爱睡觉？无尾熊、猪、小婴儿。小婴儿也算哦。算啊，人类也是动物啊。算啊，人类也是动物啊。我弟现在已两个月大，每天吃饱了睡，睡饱了吃。哦，好啦好啦，算你厉害。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，什么东西在天上飞有六只脚？虫子、苍蝇、蚊子、蟑螂。哦，看你平常标兵就算了，你连答案出来全部都是害虫。来，手伸出来，我给你个东西。调皮，我直接把这东西拿给我妈。
是孙猴子，还是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呐、啊？李俊泽，诚心话。李俊泽，下台一鞠躬。所以我表妹又走到门口，
他就跟菩萨阿姨说：“菩萨阿姨，既然你那么帮助我，那么爱我，那就请你帮我来托马吧。”对。不要请现在轮到第十三组五年二班陈玉伦、郭元汉、张雨辰，请上台。第十四组第十四组五年五班陈爱许、林群书，请准备。陈玉伦、郭元汉、张雨辰上台一起鞠躬。老师长，这位同学，你会不会反义词？可是这么简单，谁不会嘛？我不信。你看，你数学考怎么烂？你六十三分，你看。地上。就真的六十三分，你自己看。我这六十三分，我好歹反义词也全对嘛。那这样子就也可以帮你复习国中考试，就不是国中考上了没？就不是升学考、期中考、期末考什么有了没的平常考，这也可以。不会考啦，随便拿复习也是可以，随便。好了，快点，你北我上，马路上很多人，马路上空无一人。我拿一千块给老师，我偷老师一千块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他弄。真的，这样是违法，这样很违法。你这个笨猪，我这个天才，我跟你讲，你听。啊，怎么样？你在吵什么？继续啊！我们在说什么？啊，先讲一个过来。过去了。这你们怎么？你们太闲啊！我这，我这逼。学生都听老师，老师都听学生。拜拜，不管你了啦。哎，你不是要练习反义词吗？喂，哎，回来啦，回来。好了，回来就回来。那你为什么不报名就不报名就下台了？我没说我不报。下去看报纸。啊，对啊，我下去看报纸，然后就上台了。哇。陈玉伦、郭元汉、张雨辰下来鞠躬。谢。现在轮到第十四组五年五班陈爱许、林群书。我决定了，这辈子我要当一个坏人。啥？要当一个坏人？那如果已经当了半辈子的好人，现在学坏还来得及吗？你放心，人的坏来自于天性，只要经过适当的启发，随时可以变坏。马上就可以变坏了吗？只要心想就能事成。那个，快来启发我！现在就来，马上就变坏。我坏。我坏，我比你坏，我绝对坏，我从小就坏，我天生坏，我打小狗，我踢小猫，我欺负我弟弟，我卖掉我妹妹，我坑我舅舅，我拐我阿姨，我打我妈妈，我砍我爸爸，我把我阿妈扔进医院里，我滚，把我阿公姑推下水沟。哟，你好狠呐！你也好坏呀！你矮，你胖，你矮到我都撞不到你了，胖到我压出一地猪油。你矮，你胖，等一下。为什么我两个自相残杀让他们爽？就是嘛，我坐公车，我上捷运，我在公车里推挤，我在捷运上面吵闹，我害老太太摔跤，我偷摸女生屁股，你让我下车，我也跳车，我去看戏，我看戏一直打呼，我在座位上打电话，我一直打呼，我一直打电话，我一直打呼，我一直打电话，谢看不看，不看的我们都大马路上决斗，我吐痰，看呸，我骂街。下车！爆料，我是红顶商人，是有力人士。我讨夫人欢心，我让总统难过。我帮夫人的小狗洗澡，我让总统的肚子受伤。等一下，啊，我现在在干嘛啦？对，去他们家没意义，毫无意义。而且剧团被撤照，如果剧团被撤照，那我也一败涂地了。
我破坏黄泉路，我炸爆奈何桥，我铲平刀山，我踢翻油锅，我辱骂鬼判官，我欺骗阎罗王，我跟阎罗王说我是大坏人，跟阎罗王说我是台湾人。你怎么可以跟他说实话？那不然我跟他说我是中国人。你俗烂啦，还中国人呢？怎么样？那我们这样就要一直投胎嘞，管他的。那我投胎，我也投胎，我投胎变小强，我投胎变小狗，我投胎变小强，弄脏人家的厨房，我尿尿在地板上，然后我被拖鞋的，我被阿鲁巴，然后我继续投胎，那我也投胎，我投胎变小强，我投胎变小狗，我投胎变小强，我弄脏人家厨房，我投胎变小狗，尿尿在地板上，我被拖鞋打死。我也被阿鲁巴冻死了。哈哈哈，你也被阿鲁巴了吧？这样子我们就一直下地狱了。你干了那么多坏事，谁上得了天堂？难道你还忘了一句俗语吗？嗯，所谓的豹死留皮，人死留名啊。哎，怎么啦？人死还留什么名？活着是有爽到才最重要。什么？来来来，看看我的坟墓。哎，陈太史、林全书下台一鞠躬。快点！喂，OK， 好。哇，太精彩了！没想到我们华盛顿小学的做长龙啊！对啊，你知道更厉害的笑声在哪里吗？咦，还有更厉害的？哎，是群口相声哦。群口相声。35个人的群口相声哦。35人的群口相声。会让心理那期走进华盛顿小学大门左边讲梯上2楼，2楼之后左边第3间教室就可以天天听到啦。走进华盛顿小学大门口讲梯上二楼，左边第3间教室。咦，那不是？有成。下台一鞠躬。今天的相声你觉得棒不棒？棒，蛮不错的，对不对？来，第一个，我们先给两位主持人热烈鼓掌。再来呢，14队的小朋友真的都是有备而来。来，我们为这14位小朋友的鼓掌。谢谢，谢谢。那今天呢，我觉得你们是一个很棒的听众，所以呢。给老师还有你自己来一个爱的鼓励，来准备手，预备 ，Go！ 好，今天我们的相声比赛，应该不是比赛，是观摩到此结束。好，谢谢各位。